salam dulu takut ikut ke Langomo Anjir Wani Di Urunsu 所以 刚才那部先生大家跟各位在这个国家那今天南无台湾或许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告诉各位我们修道心智发展很重要那么心智的发展发展 发展的是多少个？咱讲这生理来多少拍的？修行不简单，修行爱对你的内在来拍的，因为老师讲，是你生，是你死。 因我无干，你朝你世间，啊你离世间离开，跟我无关的，意思就是跟咱讲，生死甲咱是绝对直接的关系，所以心智发展。 对咱一个修德的人来讲，应该爱真认真，爱真认真来打算你未来的人生。所以修德、修己，啊，你行得爱。 因为咱有真侪比起毛病，那这侪的毛病是啥？就是因为透过咱对幼年、少年、童年成长所累积，学习以后的性格。 叫做实现。那么这个实现会影响到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会影响到你的态度。所以，首先，具体的作用。一个人若无具体，就无好的态度，就无好的。 所以修的修己，兼得修己，就是请各位认真看待你家己。从你修行所以至，发现家己，你即摆过来学的，就是来管理你家己。你哪会当管理你家己，过来啊，免得你家己。 你不是管理别人，不是恁自家的。别人的生死含你直接无关系，你的生死含你直接无关系。所以，名著讲生死存亡，养生不足以当大事，唯有送死。 所以当大事，所以我们后面有讲到，不做为什么告诉你啊？这个人风险低，不做风险低，这个人是，你哪会讲一声？对不对？ 所以你来人间，你来就是什么？你来就是翁婿，你是不是就要走向死亡？
都觉得讲，他不走这样走，我们一个敢说不？没有一个敢说不啊，对不对？每一个都是走向死亡。那么既然死亡是每一个人都有，所以你就不厉害了。世间大家拢有物件，哪有遗憾？世间大家拢爱死，所以就毋免遗憾。啊，无遗憾的。应该唔免惊啦吼，唔管足惊咧，啊你哪会足惊？你有命去打，你才会惊。你也无安怎，哪会惊？就是因为咱有安怎，所以惊死。各位惊死咧？安尼变惊惊着，你做做袂歹代志。歹代志卖做，你就袂惊。哦，因为咱毋免互惊，伊命去推，伊才去打。这个叫做翁婿，出生就是走向死亡。这一条路，你要仔细考虑清楚，我要怎么走？时间是不回头。十点半，十点三十一分，10:30成为历史。它是你的文化，它是你的历史。咱各位现在听讲，有人在外口在指追，那是他的历史，也是他的文化。但是你留下来的文化是什么？你留下来的文化是在精进学院尊重生命，所以你的价值变成不一样。有的事情是一手耳，一手耳朵。天上天下，以我独尊。唔就不得一家骄傲，所以在讲这个话，他是要告诉你：天上天下，你很贵。你就贵耶？为什么就贵耶？因为世界找无第二个你啊！即个嘛算少，若敢若全世界即个，伊有贵无？伊足贵，对不对？但是你知影全世界足贵，啊你敢知影你足贵？因为世界嘛一个尔，啊你哪会呾？你哪会我哩较贵？贵贵啊哟！你哪会把自己熟悉我用？要看得起自己，不做白工你岂不？所以天上天下唯有你最尊贵，所以你要尊重他。你具有佛性，所以你岂不？那既然是佛，你就要做佛事了。林先生来，你是不是哦？伊敢若合作，人你是不是啦？恁家有老人共骂，恁家合作嘛无咧共骂，对不对？所以成为一个家中家庭的风南话，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心，就足以代表各位都不是。那今天我们讲修道修之行道修之，前上一节大概论述一个大要，现在来具体的跟各位报告修道修之上面这几鼓励一下五个不空想，现在是
那你这个人生的苦难，就是就是把的东西，得就是这个啥，伊就是目标，伊就是目标。那当你有了一个理想，当你有一个抱负，当你有一个方向，那就是目标。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所以不必有歌有风，这个叫己。上面一个字不必，念力不叫人，这个叫力。所以今天咱得着力，你还要常常的。怎么样？选择原谅别人，所以他说：“公安爱你的敌人，因为他有理想，他救的是救护救急，一个是理想，爱你的理想，告诉自己。”你的理想的，你爱你自己的经历点的，你要怎么想？所以生死是大，这多爱感情，你应该爱各个部位，空气质量。第一，你要发大心，发大慈悲心。慈就是给人快乐，悲就是给人怎么样，把人的痛苦拿走。你不要人家看到你不快乐，如果人家看到你不快乐，那就代表你没有慈。人家看到你很痛苦，你连悲都
则要学会发大慈悲心。第二，度量，度量要广，度量要宽，山宽土顿嘛，歌唱意。啊，你共款，咱的心胸北平也有够宽，毋只会当家己欢喜，所以办多愈发爱你欢喜。度量必须要宽。第三，志气要高。想办法成就自己，来帮助别人，想办法来成就自己，帮助别人，自己啊。以上有这三个条件，那么你大概有百分之百、你已经跳脱一界了，因为你已经华裔。华裔的人就容易轻心，那个卦就是这个，你对于物需求很少，所以就会轻心。话一句讲，你的心若要牵，用不爱久，所以不要爱物太多。你爱的东西越多，你越重，浊气越重，浊则下坠，轻则上升。也要听懂，就是安尼分的。所以人间，你莫爱想侪，你爱的物件，如果若是人间，你足爱食，足爱食，足爱食，规日世间的物件你拢足爱，我保证你来人间，因为天顶啥拢无啊，你爱的物件天顶拢无，啊，所以你爱来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流浪的生存，那你现在这个是你安尼，爱唔着啦，爱唔着干，只要爱己所爱，爱这个叫做华丽之心，新鲜你就爱挂，花心大度量广，志气高。还要加上脚踏实地，自然来实在，实在就好。你莫想实在，想实在就变命。所以实在就好，啊，唔莫无实在，啊嘛唔莫想实在，想实在难讲去现实。无实在，讲你很实在。好，第五个，思想。必须要超越，所以老先生讲，真理科学化，不是功能。你思想要超越，有太多的事情你必须要去学习，那叫心知。新的你一样，你还在。
这个通知公众的温故知新，旧的嘛爱要你才会知影新的变化。所以一个人生活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必须常常思考你现在的念头，两条，什么叫做念？今之今叫做念，现在心的力量，这个叫做念。所以无时无刻当中，你现在就是我讲当下。你必须学会当下，所以在当下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忘了。所以老师讲，众生所以不离境的无有我心，我们得到了，为什么不能够真正的得到？因为你有妄心，妄心你就会妄情，你就会妄言。妄就是无真啊，无真无实的心，无真无实的行为，无真无实的事，你就会出现。好，当你出现以后，有代志无？代志大条，因为时间是往前走，你刚刚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已经成为你的历史。所以呢，有五个感觉神嘛，日有神，夜有神，少君三时神，各自领导。一个人，这五个人，就五位仙佛在盯着你，怕不怕？怕，怕死了，对不对？所以当你在做每个动作的时候，讲每一句话的时候，圣人先问来跟你说，三思而后行，过去人必用之不待。以前的人是因为怕做不到，所以不敢随便说。但是孔子讲话对了，过去较侪语言，今日较侪语言。学道理的人是为了救自己，而后帮助别人。现在的人今日较会上面，是为了人家改革的。所以我们本末倒置，别了干了。我们心情我有时能够美白来人间一趟，你虚心假意，那讲不好。所以我们要常常告诉自己，不努力，生命中有一天会结束。所以一起聆听请郭炳的其他人，要在德国人生不容易，可控工资的上升。所以今天各位来来到人世间，而且能够在这边修办到，其他的做中了，
是咱未来子孙的荣耀。伊的福气甲荣耀拢总是伊有你，因为你怜悯，因为你怜悯，所以你嘛怜，你就怜。你若无怜，电话甲你拍十几通，你嘛讲我无怜。所以学道理就把礼礼敬礼，你到道场、到社会、在家庭，你所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你要救的。所以咱在家庭内底，要讲规矩，我是不是讲以身之道？咱会拄着阿伯，拄着阿姊，拄着你阿哥，嘛拄着你阿姨，看着恁阿姊，拄着恁阿母。如果这些人都看到了道，那为什么他要看到这道？因为你有气质啊，你有礼貌啊。你讲阿爸好，阿爸老早，啊，这个毛，啊，我来斗三工，啊，你去做下，我带你知。那就叫做行道。你到社会上，你会遇到你的长官、你的上司、你的周边、你的班主，你是不是要君臣有义啊？在家里是不是要父子有亲呢？夫妇是不是要有德？社会的朋友是不是有信？这都是在平常当中你所会碰到的，也是你传道最佳的机会。人太多，哦，这卖人是太多。应该是你无用功吧？所以要以德服人，常常把德让给别人，他就会看到道。为什么他会看到道？这因为你有德嘛。老子是不是讲为道入学？为学之义，损之又损，要以至于无为。天德是要怎么样？要奉献牺牲啊！这个损就是奉献牺牲。为他一天。你只是为了经营自己，那当然对你有益处，对别人没什么好处。所以你顺其有顺，奉献再奉献，牺牲再牺牲，以至于无为，你还不能够说，哎，我跟你讲啥干的？这个是真理。所以德从损来。我不知道多久以前，老师在很久以前，你的功法变从损来。一张大张，一张大张的竹啊，伊在那堆堆，还有孙子，过孙子才会当生大片，对不对？
他就是要告诉你何从属，是因为你的牺牲跟奉献，所以叫做德性。德不是用钱买的，所以布施给人修福，不修德，只言修福便是德。心中三恶观来者，心中三恶叫什么？贪嗔痴。你很贪，你很生气，你很愚昧，可以用钱买吗？比如说，我这么足生气，我足生气，摕一百块到我买生气。你敢要买？你若拄着恁先生足生气，足生气，你讲啊，我五百给你，才你买生气。你看恁先生会买你嘞？伊会甲你五百打你。所以德，德是修的。你这样做也做出功。每人修福不修德，把布施当修行，布施是福德天赋。你要修五常，仁义礼智信，你要为八德，孝悌恭敬这一两地，这个叫做内。啊，内外要兼修。你要跟你天坐莲台，救命莲台，你要有天福，吊天的，福德要双修。啊，无你无归，无名，有名无归。这个就是告诉你。修道修治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希望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有方向。方则为气感内证，方以利己，是吗？人以利己，方以爱人。但是有时啊，咱会忘记慷慨家己欠别人，安得不？那就晓得了。好，我们看下一个病，自信无定，恶习恶之多，归己难所，行为。你的个性，你的自信，如果没有定，定的发源从哪里来？定的发源从知足。
负面。学佛法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护你的念头，就是止于不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知理记，知止而后有定。所以看这个人，一开始啊，心情就是这个人，哦，这个人真正气，就代表你有成就。这个人真正气，就是指你这个人。所以定，我们要找到定位，你的车买的定位。你若无定位，伊会走东走西。你若伫路顶走，险象多。人在修行的路上，如果你没有定位，你也是一样，险象繁重。所以，中央讲分出受地为第一点，受地人在。现在的你要知道你现在的行为，所以你在说受护比天公护比受平间天公平间受反难天公反难受理天公理，就是告诉你你现在富贵要行富贵道，你现在贫贱你现在贫穷你要行贫穷道，你现在有阻碍，你今晚困累，你要一点困累。你现在乱世，现在不一样的所在，你也是一样。要知道，现在的环境，你处的行为，应该做的态度，这个叫做知足，找到定位。所以如果人一旦定位以后，你就不容易回去那个美智派，看看美智派比你平常还有不一样。规矩难守，行为难做，所以真多的规矩真戒，戒是防患于未然，还没有发生以前他不要让它发生。你也知道我回家就给小明白他说我们就看看行为，你知道这个行为会影响大局，会影响道场，那现在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要行动，要维护大众，尤其在这里众人之口悠悠之心，你更要如何想办法帮助成全别人，怎么样继续修行？众发善心，虚以则贵，只言修行，难修则贵。同时对你哪起发善心，输入的是讲这些，这些啊，他的这些啊，只言修。所求都是福报，不求不得性。入一入言，念念增长，那都别会不发现，灭一就不灭两就不。我曾经遇到一个道亲，他很有钱，而且很有福报。这上面的人，这上面的探子，边上面的边探子，边属边属主探子，福报相当好，但是生活相当苦，那怎么会这样？那个叫做业力，
那你讲讲伊遐一直读单干嘛？读单在吃，每一件事都不是你。阿姨，刚刚你说话，我刚刚讲报位是第一，你刚刚就说话，刚刚的就也怀疑。啊，所以刚好有房东拿了一杯水，我说啊，现在你讲，我听，你讲一下，我帮你解决。伊讲这个我都解决，我绝对会解决。然后就拿了一杯水，一个杯子打开，伊来讲一下，我等一下问答。搁讲一项，等一下问答；搁讲一项，搁等一下问答。讲到他讲完了，伊讲慢慢搁讲啊，我已经十几了嘞。我唔管，我甲你解决啦，你无讲就解决咯。讲到煞吼，伊讲慢啦，真正太淡啦，好啦，二十几了啊了。我讲，啊，才几厝啊尔，我还阁拄着百几个，所以我在告诉他，画了一个图给他，伊讲安尼阁未解决，我讲你这张片面就解决，伊讲那迄画幅啊，马上撇过来撇，啊，你讲画一个伊婆啊，讲安尼解决？你就不相信啊？哦，那不相信了、哦，就别下信心。心清如雾，你知这里看是啥物无？就是你本来的人性。是谁把它丢进去的？对，我刚刚不是讲地八说是垃圾吗？是仓库吗？记得丢掉，记得把你的仓库清掉。阿弥陀佛，心清如雾，人就会快乐。不要添自己的麻烦，这个很重要。时间也刚好到这个地方结束。我觉得高兴，谢谢钟良师、钟良师、各位讲师、各位堂主、各位讲师、各位人才、各位道歉、各位大德，也获取这个机会来这边沾我们大家的光，得一点点的福报，谢谢。咱的双向沟通吼，啊，有咱譬如讲，咱作为在座对咱今日吴建文师甲咱开示的这个题目，吼，伊题目内底，你感觉讲听下话煞吧，比佫较清楚，那么你也通提出来，来甲请教。啊是，真正很难得，啊，真欢喜。第二次回到天津市，天津市场。我第一次回来是从梁师邀请我们参加我们的落场，他是第一次，第二次，感谢光辅导呢。但是值得安慰的是，老师讲，你今晚有进步，把老师的名字过分掉，安在吼，发福啦。这两个字是对公的这一节课，双向沟通。
其他的问题，我知道的，我就来回答。那如果说不知道的，我们请中央师父慈悲。因为这个在道场似乎是比较少的一个经验。一般道场是讲完地府开一开就走了，很少有机会跟所有的大德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好，也以后道场必须要常推动的后续的一个动作。因为在国分那里的比如前辈都会问你有没有问题，他提醒我，大部分是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不是没有问题，或许以前是这样的，常常问我说啊，一定有问题不？啊，实在是咱若讲无问题吼，会讲骄傲，啊，若有问题吼，讲啊就是白痴哦，啊，多遐久啊，问题遐多，啊，所以吼，唔敢去。那现在我们的中良师跟我们副总良师、副良师相当认真，用一个双向沟通，让大家来提出讨论。这个以前在修行的境界里面，它有一个环境叫辩经。那当然我们不是辩，我们只是提出不同的看法，跟你想知道的，跟别人不知道的。那或许你问的问题是刚好大家的问题，那这样子也折会大家。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天生圣道，真的不一样，天生丽质。所以呢，那你的心呢，必须要加分。不要紧啊，那是我们的家里的人提问，尽我所可能知道的，他告诉你。好，有没有？有没有来提出问题？好，来，你讲。所以说，有人知道，你刚刚有聊到说，没有，说，这个布施是假的。那有一句话是“真布施，不怕假和尚”，那是另外一个层次。好，谢谢你的提问。真布施唔惊过回生，这是过去演过的人。鼓励人布施，就是讲啊，你布施不要紧吼，布施唔惊过回生，因为你布施的，伊爱甲你奉献。这个道理是对的，这个是对的，是没有错。那这个应该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境界跟发心。修行就是在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如果这个和尚他做的是十方大界的善事，你不用怕。那如果你个拍文都得变成啊，那你就变成助杀助。就是你犯了一个助人之罪，因为他你拿你的钱，他去犯罪，他是主谋，把你变帮凶了。那我告诉各位说，布施是假的，我们不能把这一段话截成截录，是只是讲布施是假的。我有前因，也有讲过。那所谓的前因就是讲说，这一个发起的人，他的起心动念是什么？然后你付出，诅咒者跟受益者两者之间，这个因缘关系，
是界定在这个地方。那这两句话它不重名啊，所以简单讲这是起心动念，这样子回答。谢谢。要好吗？不是一面的故事啊，是不是这样的？是啊，是是是。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道君帮我帮他解问题来说啊，都讲叫师兄讲打开改变变改变变好，爱情改变那个个性，啊，伊要警告讲，他哪呢变安怎，用咱的个性来改掉个方面，个性个方面啊，好吧，都点了哦，好来来。好，谢谢。我们一般常常在社会上有人看到双一佛像啊，有很多人都去问啊，我到底以后的运是啥物啊？那我们就可以理解说，命运跟运命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如果是对你命，你啥物命，运就对你命。那叫命运。修行人不一样，修行人他是始终如一，所以他是运命，运就是班。但是讲这个不好的所在，你也要搬，阿免怎搬，就刚讲的该个性。如果你的脾气不是很好，你的习性不是很好，我这么讲好了，各位在这边正襟危坐，那各位在家里怎么样？东倒西歪。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你没有读到，你读到了没有用得到。中文里面是不是讲我被佛问我被佛疑，别人看不到别人听不到，是你应该更谨慎恐惧的时候。但是我们常常人就是有一个惰性，我常常跟大声讲，你到道场学道理是要学会应用，应用知道怎么学啊？应该的应，用处的用，运用啊。但是我们常常都是来得牛不得稳的，更牛不得稳。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改现？因为你没有从根本出发。我们讲武器朝远，五体标完。什么叫武器？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五，气就是我们刚刚讲行道要修气，行道要修气那一个气。武器就是有游魂、鬼魄、浊金、妄力、四神，那你选一种就对了。我们的元性就是藏在游魂，虽然说三魂七魄，魂中观以中魄，它三魂就对了。三魂就是生魂，咱灵魂、甲魂、生魂。它在哪里？魂中观，体中魄，游魂跟鬼魄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啊，你的结魂唱的对，你的甲魂就是中魄，你的观，你的生魂就是中魄，你的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三三归一，人顿去了后无法度离开这个欲界，就是因为你三魂没有统一。去买就迷住了，
你若你有通灵哦，你就到天堂。但是阮特别遗传的到这，问题就是在这里。如果你知道你的性从元性出发，就是因为灭魂受损，游魂主什么？游魂及五劫里面主喜欢喜，你都喜欢的东西，你大抵的东西，如果你都是，但是这属性的哈，每一个人都一样哦，每一个人都会很喜欢，但是就是因为你要学习不喜欢，才能够改。好，那我现在告诉你，就是说越显的越观显的起的东方甲乙木，木则五脏生肝，它主静，所以人心莫迁，你要了解，喜就是因为欲念太多，你就麻痹，所以干扰到你的魂魄，而至于你的性难改。那改性从哪里？东方甲乙木属什么？五常里面属人，要先学会人手，主逼啦。啊，你也干妈也主逼嘞。咱来给你安怎，你也嘛想要给安怎，你也主逼嘞。啊，伊若你讲你的歹话，你也主逼嘞。你会讲袂要紧啊，继续嘛。哦，感谢。迄种人真少嘞。你干嘛？我等下嘛要给你骂。所以要学会你的不喜欢，主喜的东西跟主见的东西，你要很清楚。你找到元性以后，对面就是元情，使用元心兵，两相对照就是鬼魄，所以三魂七魄，你的魄是魄是鬼鬼啊，魄什么解？白鬼嘛。那所以你就能够怎么样？控制你的魄气，你就袂做欺骗，讲等下我喊你烧啊，等下我喊你烧咩？你如果找到了人的时候，你就不会，人就是在中心了。啊，所以为什么圣人要请你？天之五常，地之五常，人之五常，你绝对要守，那个就是根，去培养出这些。你就会改变你的个性。谢谢。对，这个不要发心，有识别人道啊，那同时就慢慢地会感觉替别人着想，那你慢慢就那你个性就慢慢就改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大概差不多了，但是还要请给他准备一下。刚才顾家电话是一个五 RS 吧？他来自1814，他是仓库嘛，仓库嘛哈，他仓库有给咱准备讲，唔通去热死，哦，啊这热死有代表比讲咱人有脾气毛病啦，啊如果讲我过去，咱头就头了，啊别啊嘛，把这个热死给淡掉去了，哦，把它淡掉，不要装嘛，他只要把它淡掉，他那个功要怎么做，你做不做具体讲一下，啊，谢谢。我们佛学里面最好的学问就是弥勒祖师讲的唯识论，佛家讲的最好的就是维摩诘，他是在家居士，他唯识讲的最好。如果说我们从第八识一直讲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他很远。我们从四字不是半句的，四个智慧，四个智慧哈，今天三学习，四个智慧里面，我们先从这里开始讲，因为这四个智慧就是从八个意识里面养成的。我们先不讲 RIS， 我们先从前面的。
眼耳鼻舌身意，先从六识。那六识它怎么来？六识从六根，六根，眼根、耳根，从六根开始。那这六根，如果你的根没有本，你就会生，生六识。六识一生，它会出六尘，色香味触法。目睭眼眼观美色，耳听福声鼻闻香味，口谈是非，心出啊感悟。所以你会从这里去发展。那我们就从哪里开始？因为你身在地界，所以你会从六尘，就是色香色香香味触法发展。那如果你一发展没有往内收，没有往内收的话，就往外放，往外放叫做六门。所以道家他有一个修养，他从哪里下手？六门紧闭，所以你的天上青山古洞，啊，青山古洞，去暗下就去注意摘下条路去，去遐修行，他就是在怎么样把它关上，这是道家的修为，他从六门住去修，往哪里修？往六尘修。因为他离世嘛，离世所以也向下用力出发，接触就少，然后进入六世，一直回到六根，对不对？他所以他们叫做六门紧闭。那今天我们名师一者非常殊胜，名师一者是不是告诉你门？你的生死门，然后关起来。那你有没有关起来？因为我们都不会关，玄关不会关，叫玄开。你都归归了，这是孟子讲的。学问之道，他求其放心。你的心放在别的地方，没有说回来。那玄关就是要告诉你说，你的出去，他也给你回来，回来也给你关起来。那我们就是因为都没有把它关上，所以变成六绝，六叉，叉出叉进，所以跟你欧别照，就变成你没有办法固守中道。所以为什么叫你首玄？首先你叫你目睭上布置炎，你要三分八七分结，那是哦，分出去结起来，分出去结起来，那无效的。爱观你的心事，第五式，五八六式火阴转，这个就是在讲，你要记得把五式先关上。五式是谁？前面的四式是眼耳鼻舌身。如果说你懂得孔子讲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哈利蛮寡，不哈利蛮共，不哈利千般的蛮者，你就已经达到我刚刚讲的四字。第一个成所作字，你已经完成会做这一个智慧。啊，如果你还是赶快哦。爱逛路嘛，爱讲路家，爱讲路听。那你还是在哪里跑？你还是在城市跑，而且你有朋友、串流媒体介绍，你连进到六世，修行的很困难。我们常常说啊，忙修行主用，要达到四成自用是要七天神呢，到七天神才用四成。七天的行。伊就是神啊，咱真敢冒神啊，乌神啊！啊，你们真的乌神，
可能就来迄个叫做是故事，这个叫做观念。所以我刚刚讲，比方说提问的问题，就是要告诉你，你要知道六根、六识、六尘、六闻、六解，它是从哪里？那这一个都是在哪里？都是从缘性，对应是缘起。那么南方就是四尘，你要从这里，然后中间的妄心，我们刚刚讲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唯有妄心，那个妄就是因为中间你跑掉了，中间不讲，就是讲没有主宰，啊，而跑掉了以后就变成浊金了，浊金浊得下坠，所以你会往地狱跑。那大概这样清楚。喂喂，哦，最主要我们原来是就是把我们五门锁掉了啊。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啦，就是刚才原来是在慈悲的过程当中有讲到老先生的大德啊，他平常在教导、他传道、办道过程中要坚守四大里面，有没有？他现在要问在四大里面是不是没有？刚才原来是好像没有写。哦，好，哎，好，要不？现在在谈一下这个，各位在我们一贯道宝光义山的刊物应该都看得到，那或许你看得忘了，那在这边提醒各位啊，就四化之道，四化之道就是家庭、佛堂化、生活修道化、传道普遍化、真理科学化，这个就是老先生讲的四化之道。所以你看老先生他第一个把家庭摆在第一个顺位，就是符合我们道教的发展，再来就是人的发展就从这里开始。因为我刚刚讲孟子讲亲亲人之始也，亲爱你对亲爱的人，所以老前人非常有大智慧。再来就是生活修道化，一个人生活几个小时，二十四点钟，那是最好的几点钟？24点钟，路边若足困苦，做资源回收也是流浪汉，几点钟？嘛是24点钟。所以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时间，不管你分两站，你的时间都一样对的。所以佛讲平视众生，佛讲平视众生，为什么？你偌好呀，偌善家，你生了就要死，你来了就是24小时，不会有特别待遇。所以我们讲一视同仁，你的目睭变化，你要学习同样的慈悲。你们看这个方法，这个站啊，这个方法啊，哦，太多的想法，佛祖眼里没有太多的想法，他看到你就是众生，都是被需要救度的人。传道普遍化，三朝普度嘛，所以普遍的都要救度。他真理这些话，那当然就是请我们要多研究研究。对你带来现实的得益，能够用科学证明，那就更好。就是老先生讲的四化之道，请各位啊背一背，它很好用，它真的很好用。谢谢。谢谢。还有没有问题？好，有问题在最后一个，有问题没有？过来。
轻轻一步啊，你一步啊，进去两秒钟，一下就进去了。刚刚我们讲心先不论，就是要告诉你，你要保持一个状态，就是认空。认空，认空它不是空，运气转不了，而是它来了，来就来，去就去，这个叫做不厌生。如果说你执着在那个没有，没有就是没有，那是错的。没有是因为有啊，因为有所以才看到没有。所以心清得不是告诉你说，你要达到这样子一个状况去学习，把它放空，认识。什么叫做空？老子道德经里面是有讲到 NDEVT， NDEVT， ND 的些，那这个佛呀，用佛来指出，啊，空即无有，有即无，就是因为它空，所以才能装水啊，所以多几个无用。果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就是因为伊无，所以伊才会当用啊。啊，伊若出十八个淡水型是袂当得，所以有无是一体，所以体用道德它是一体，它不是二。知行合一是必须要知行，知一行一那才合一啊。你知道不行，有没有意义？所以心清不昏是要告诉你，这杯是清水。你加了柠檬，它叫咖啡啊。你叫柠檬叫柠檬水，你加了咖啡叫咖啡，对不对？可是你加进了什么，它就会变成什么。修道一个好处就是还原，还原。你从无极太极到两极，它是阴阳，阴阳是变化，但是你可以还原。你不管怎么加，加到阴阳，你还是可以到回到无极，那个叫一贯。一贯就是从头到尾叫做贯，从头到尾叫做贯，所以叫做始终。不管你加进了什么，你还是不变的那一杯水。那么心清不污，所以就是告诉你，来的来，去的去，来去自如，本空寂寥，尊火一心，就是心在改变。有真侪人讲，哦，我足侪烦恼，你哪有烦恼？佛陀讲，分烦恼是菩提，啊，众生的烦恼那是作烦恼，那么佛陀的烦恼那变菩提，因为你的心心有物啊，那你心心无物是把无当成没有。我记得佛陀讲。你变得不做，碰到了以后再问候啊。咱伫人间，那么讲啊，你食饱未？即马好无？你变得不做，他怎么问候？各位知道吗？你变得不做，他的问候是少忧少恼火，众生得。少忧，你即马唔知哦，较无忧愁哦。你即马唔知哦，较无烦恼哦。
众生得度苦，你的众生，你得度的众生，你唔知听有无？那是佛。啊，所以心心无我，他不是无我，伊唔是无啦。啊，那个无是咱来发展有够，所以哪一个去，你爱家己运用，就是不要玩空。先前讲的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它两个是一起的。我这样回答，很好吧？就这样。对。透过咱两者甲咱处理，啊了后，搁再各问题沟通。相信咱对今仔日的咱小弟老师甲咱处理的修道、修智、行道、修气啊，会更加了解。我们感谢梁老师慈悲啊，谢谢，感谢。